深牌舞導師余瑞心為慶祝執教20周年，特別聯同導師團隊同埋學生舉辦慶祝活動，同時為旗徽會籌款。利用排舞呢一活動咧，去幫社區籌款。而家保守估計都已經去到5500噶啦。咁啊，當晚大概有三百人左右出席呢個宴會。佢今次咧就係、是因為佢係20周年 anniversary， 佢就搞一個party。我諗佢全部嘅捐款咧，所得收益咧都會捐俾旗徽。慶祝活動口號是跳出愛心舞出善金，將會在4月21日舉行。余瑞心表示，希望連同學生身體力行去關心社區，參與善舉。而旗徽會護老中心得到善心人士的捐款，並將會購買流動醫療車。何家碧講啦。最近我聽他哋話想揾一間有一架流動的醫療車，咁我所以我希望幫到佢哋少少力，盡勉力。在社區有慈善舞後稱號的排舞導師余瑞心，過去多年來累積向旗徽會捐款超過80000元，而今年適逢是他執教20周年，獲知旗徽會需要流動醫療車之後，決定在今個月21日舉行一次慈善表演晚會，預計有300人出席，籌得的善款全數撥捐旗徽基金會。